振华，你好辛苦哦，不是想哇、欸欸、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谁是这孩子的父亲，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，更没有办法放弃我的梦想。孩子就交给你们了，原谅我的任性，不要找我文文。你跟文文，请问谁是小孩子的父亲？是我，是我，不是，我才是孩子的爸爸。温振华，你不顾道义抢我女朋友已经很那个了，你现在连小孩子都要抢，这怎么样？是你不顾朋友道义抢我女朋友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你又知道我跟我文的关系？不重要，这重点是这孩子是我的。好，那就来验 DNA 啊，验出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好啊，验就验啊，谁怕谁啊你？我叫唐文迪，我家种了很多花，很漂亮，我的家很幸福。我爸爸是开花店的，我爸爸很帅，会煮好吃的饭给我吃，还会种很多漂亮的花。我最喜欢爸爸种的花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还有一个弟弟。是我们女儿第一次从结婚，我怎么样都要赶上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你们想的，不是你们想的样子。我们，这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你们。喂，虽然我们聊女儿教过你很多遍了，啊，不知道你怎么考上律师的。来，来你来。振华，你好辛苦哦，不是想啊。